好，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可以举手跟我讲。哎，这个好，来啊。好，对，好棒哦！再鼓励一下哈。那我们那个葡萄一颗。好，我们奖品准备中，好，请稍后。对，讲到奖品呢，今天奖品很丰富哦，是俊生哥自己掏腰包的，哇，帮我们拿一下，等一下。对，这只是前菜哈。对，可是前菜还是要举手，不要因为那个他只是前菜就举手。好，拿一下我的。我今天带来了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饮料，好，这个红黑色的可口可乐。那今天这个活动，待会我们的活动当中呢，我会送出这个可口可乐，但是只送前三名，因为其中有一罐是我自己要带着，我自己要喝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先放这里。好，活动玩什么？既然是学习服务跟服务学习嘛，对不对？我先请问一下同学，你比较喜欢两种，被别人服务跟服务别人，你比较喜欢被别人服务的请举手。哎，哇，非常多，一二三四五个，好，手放下。你喜欢服务别人请举手。哎呦，更多，哇，好好，手请放下。刚刚喜欢被服务的再举一次，我看一下啊。好，手放下，谢谢你们。但平常呢，其实我私底下观察，我发现这个松心他很乐于服务别人。今天我们角色调换一下好了，来点创意一点的，请他来这边被大家服务，觉得好不好？觉得不错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啊，来，我们请坐在我们前面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待会我会选十个同学，分别用十种不同的方式来服务松心。我举例哦，假如我觉得这个松心可能喜欢，我用过了就不算了哦，他可能喜欢别人帮他这个按摩。太好了吧？那你要有深不明白的表情，好吧？要很揪耶，很揪耶，还有什么？我来帮你服务一下。那你觉得我的服务给几分？零分。一千个的人均一到十分，你给几分？十分是太狗腿了，没有可乐可以喝。对，待会服务别人的十个人上来，那我们最后会请这个被服务的人总结，今天哪十个人服务他最好，就有可口可乐。三个人要怎么让十个人喝呢？啊，就是三个人喝一罐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开玩笑，来，想要服务松心的，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哦，都可以不一样哦，一样的话就没有了哦。好，来，我们从这边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来开始排队，从这边开始排。好，第一个哦，来叫什么名字？君汉，来，君汉，你会提供松心什么样的服务？想一下，拳头服务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时间有限，而且每个人只有十秒钟，亲吻他一下吗？还是？好，帮你擦眼睛。哎，帮他擦眼睛，掌声鼓励。好，不错不错。好，我们给这个。好，我们给君汉的服务掌声鼓励。下一位叫什么名字？建宇，来，建宇，你要给松心什么服务？全头服务，舒展身心。你不要到时候被他舒展。怎么样舒展啊？随心肝。好，哎，你怎么打了呢？真是不良示范，待会那个影片要剪掉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不值得鼓励。好，来下一个，叫什么名字？洪勋，来，你要怎么样服务中心？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？
就渡过过。还有扶老婆婆过马路。哎，帮他那个什么压手臂是不是？穴道按摩。穴道按摩。好，所以你是在哪边学的？在那个盲人按摩学的。好，我们放松肌肉。哎，除了按摩还有别的，想点别的。刚刚那个他已经不错啊，来随便。不行，按摩已经过了，别走。要想其他的。如果还没想到，先排到后面，好不好？还有机会，来，还有时间想。你可以用葡萄，可以，用葡萄塞他的嘴。好，会拉稀葡萄，掌声鼓励。这个是现在的后宫甄嬛传。帮他搬椅子来，帮他搬椅子，好来，起来，好，再帮他搬回去，好，好，谢谢选手，好，请坐下，不值得鼓励，来，下一位，剩下四个，上来的还在推脱，那谁啊？不如就直接下去了，好，没想到，来，还要警告说不，最你的最，好，快。好，我们谢谢这三位，全部通通都回去哈，谢谢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他们还要讨论，我们没有什么太多时间的。服务是不等人的，要记得。好，我们刚刚就几个人，七个人对不对？我们请这个五个人，只有五个人啊，只有五个人，太好选了，来。我发现你们有一个策略，就是三罐把其他五个人干掉，其他五个人分，来重新被服务的人上来。讲一下，我帮你舒缓刚刚，我帮你舒缓刚刚被服务，刚被别人服务的感觉，我先说一下，怎么样？很好，不能都只有很好。就是上面坐的，然后坐的人会按摩的，好，就是好。那我刚刚评选的对不对？那刚刚这五个人当中。有人擦眼镜，有人这个按摩，不是有人按摩，有人会吃葡萄。那你觉得现在先选出第三名，你觉得哪一个人最得你心？第三名，为你吃葡萄只获得第三名的对手，是他并不是你心目中的美女。好，来，我们给第三名的这个。安培来上台领奖，你愿意把红黑色的头盒送给他吗？这样有。好，来，我们给安培掌声鼓励，来，星星，开始吧。面对镜头，好，谢谢。来，第二名，你觉得谁服务你第二名最好？要看镜头了，哎，看镜头。好像是谁被服务这个忘记了？谁啊？舒展真心。舒展真心。长得漂亮。你还有被选的问题。舒展真心有很多的，我发现很多人喜欢对你舒展真心。你喜欢谁帮你这个？杜金花。陈建宇谁？杜金花。杜金花那个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给建宇掌声鼓励，来，建宇上台领奖。啊，由此可以见那个松心有点被虐症哦。下课之后好好的那个，对吗？加强。好，第一名，今天的第一名，你要被虐在这里，把这可乐加虐待狂，被虐在这里。重来一下，可乐加棒棒糖，再加一粒葡萄。为什么掉第三？你觉得今天第一名是谁？第一名。谁去大摩？李红勋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李红勋上台。我跟你简介绍，他去大摩，我跟你点太阳去。来，找你锻炼。还有一颗葡萄，还有葡萄。还要点太阳。对镜头，对镜头。对，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红勋老师。行啊。好，赶紧。那我问你一下。那很多同学服务你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哪一个同学的服务其实是他一样服务你，上台服务你，只是你服务的不是很开心的？可以直接讲名字，我想问你。哦，好，谢谢你，老师。他还没讲呢，谁？哪一个可能是他服务你有很好的心意，可是却不是你想要接受？是吗？哪一个？是丁君汉吧？君汉，君汉是什么？擦眼。
擦眼睛，为什么？就越擦越脏。不是汗臭味。就是擦眼睛之后，那个眼睛包液，那个啊，还过在衣服上，感觉更好。眼睛啾啾啊！好，我们给这个松心掌声鼓励一下啊！那同学都发现，刚刚君翰第一个动作是擦眼镜，台下很多人是不是都觉得，哎，有创意哦，很不错，对不对？包含我都觉得这个挺不赖的。结果可是你发现，这却不是他最想要的。哎，所以这件事情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时候你的付出，别人上次我是不是讲，你的付出别人不一定认为这是好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要学习服务别人，是要。首先，如果同学刚刚可以上来，先做一个动作，说你希望我为你服务些什么，先搞懂他的需求，你会不会达成他的期望？你会不会最后就得到了这一罐可乐？会哦 ，OK。所以这个服务是需要透过学习的。那学习最好方式是什么？可以告诉我们？不是观察，你观察没有问他会得到？问？不会。所以什么？问？哎，问这个耀东来，耀东掌声鼓励一下，好。好，做完还有什么？雪花饼，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好。这上次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，就是我自己讲一个小故事。那俊亨哥，你们发现说，最近我都开始在每一次讲课的时候，我都把它录影录下来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些影片不是只有你们看，有其他我丢到网络上去，有发挥影响力给更多人看。那就上次呢，借熊爸这个开一个小玩笑一下啊。刚刚我私底下已经跟他讨论过了，他接受同意这个故事。上次我他非常好意的，就是开始帮为了画面更生动，然后他把这个小的这个摄影机呢，哎，开始移角度，就回家我很兴奋，开始想说哇，这个专业摄影师帮我操刀，画面不会那么呆板了。就回去一看。鸡鸡真的是鸡鸡了，为什么？更呆板，因为我自己看的都快头晕头吐了，因为太画面太晃，太精彩了，对。结果那一个档案呢，我就只好全部忍痛割爱丢到了那个资源回收桶去，就等于没有用了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你有心用吗？这一件故事呢，熊爸借由了他自己这个以身试法，不是啊，以身作则来告诉我们。服务，我们要先问别人说，哎，我这样帮你服务好不好？有时候我们可能误会了别人的意思，就服务了反而变得他不想要了，同意我的意思吗 ？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我有20分钟时间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有一些这个服务的过程背景。当然有很多同学都其实很喜欢服务人嘛，对不对？那可能有些同学以前听过我的故事，有一些没有听过，我简单把它讲一遍。俊亨哥很小的时候呢，家里是就是住天母，那家里算是爸爸是做生意的，所以做的还不错。那当时住的生活环境，包含教育都还挺好的。那后来到了14岁之后，这个家庭就发生一些变化，那辗转了来到三重，就所谓的这个家道中落了。那可是当时我就一直很想研究说，我就常常问我爸说，爸，我以后也想要跟你一样做生意，做得很棒。我开始对这个金钱这个东西很有兴趣，那我开始去研究很多的课题，想说，哎，为什么这个我对这个创业或者是做这个生意觉得非常有兴趣？那我明白这是我爸爸给我小时候的影响。后来直到了这个，我从16岁问他这问题之后，一直去找答案，我包含看书去听演讲，一直到了我20岁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讲师，他是台湾蛮有名也很厉害的一个讲师，他说赚钱的目的是在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哇，我找了4年的答案，在我20岁的时候就听到说，哦，原来我这么努力，他说赚钱目的最后是为了要什么帮助别人。我把它抄下来，然后还把它用彩色笔写贴在我的床头上面。我每一天都看这一句话，原来是要帮助别人。所以我那时候20岁，我就立志说啊，我要赚钱，我的所有的努力目的都是为了要帮助别人，因为帮助别人使我会变得很快乐。那我就开始一直去往这个方向发展。那。